我们在打理菜园和种菜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用到工具啊，所以说这里呢就是三种最常用的啊，这个小铲子啊，这是我们挖土用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呢就是小叉子，这是起杂草用的啊，就是除草用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小耙子，小耙子呢是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啊，可以把那个肥跟土混合在一起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三种工具了啊。我推荐大家呢用这个手套啊，因为这个手套呢它是竹子做的啊，它夏天戴着非常凉快啊，而且它还很耐用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打理菜园的时候推荐大家戴的手套。